Happy birthday to you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你应该扶着，哎，翠然，你应该扶着我的手，两个人一起。大家，居然是亲蛋糕。对。我的香槟塔呢？给你满上来，来来来来。我在脸上是啥呀？我总是切到。柿子吧，不会，会不会真把柿子放？我觉得可能，说不定。可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先帮你试试，你要先录是不是？嗯，我已经在录了。这是什么馅呀？这是三鲜的。哦，这个是，我觉得这放了剁了鲜虾。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四个硬币，就放两个硬币可以。就我们要放硬币在角落里边。怎么说这么凄惨呢？就是我们要放硬币到饺子里面。Happy moment， happy。哦，对，是这样的。来个特写，怎么还有一个金色呢？对，我觉得身上那个红色的是最幸福的。嗯，对，喜气。头彩。就是你知道，你要烧钱。我们家就是第一个吃到钱的人，一年就会很有钱。嗯，我
们家也是这样，就幸福的人。找大家说，我要吃凉盘子，正好是你盖着走了。行，那你把你那个盘子给我好不好？那我来摁。你觉得这个，要这个感觉能多大？这么大的盘，你能摆小？要不就试试先。好，我现在又有纸了，白色的。嗯，有的是。老师的小课程开始了，像安静点，如何赶题，然后就是一下，然后这个手掉一下，一下，嗯，就是你这只手要一直转，嗯。你看你又停了，你看我又停了，就可能手是不是很好洗啊？看这样子，你一个圈这样转，就会转成个圆。哦，好，好的，嗯，这个你就是自然而然的按成一个圈，好，然后转，转一下，然后转一圈，嗯，然后你中间就会比较厚一点，哦。适合就是线不会漏着，行，可以吗？这么听着好像感觉我会了。我的饺子好了，第一锅饺子，第一盘饺子，然后后面是第二锅饺子要来了，然后我们还弄了煎饺，对。然后现在我们在看春晚直播，刘德华出来了。然后，高尔夫球再给我一次。